搞砸，欢迎收看今天的十月之一，恭喜大吉大财气新闻，我是孔兴祖。先开始来关心英国首相特拉斯昨昏宣布辞职，伊才做45天，是英国首相任期上短的首相。保守党第四个月来要举办两届党主席的选举，上紧是白进前会选出新的首相。特拉斯的落台是因为伊一上任就提出减税政策，遂引起批评。民调嘛显示，有80%英国人支持伊爱落台。英国首相特拉斯直接在当年的官宣头前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I came into office at a time of great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ability, and we set out a vision for a low tax, high growth economy that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reedoms of Brexit. I recognise, though, given the situation, I cannot deliver the mandate on which I was elected by the Conservative Party.I have therefore spoken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to notify him that I am resigning as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四个月来两摆党魁选举，上进会得选出新首相。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前首相强生可能会阁定来。新任宰相亨特已经讲未加入。微博报道，前宰相苏纳克、下星期保守党领袖莫登特已经是一个内政大臣布瑞佛曼、国防大臣华莱士拢是热门人选。特拉斯表示，这段时间会继续做看守首相。It's an extraordinary collapse in authority. You know, trust came in with these big, bold promises, and then, you know, we've seen it out of power within just over 6 weeks.特拉斯上任了后，大胆提出451英镑的大减税，1500英镑另外补贴。现在整年度都安尼估计714亿英镑，讲是应付经济成长2.5%。啊，不过和国际货币基金警告，英镑换美金那个上机。在猛烈攻击之下，特斯拉费斯勒财政大臣垮藤落台，新任宰相亨特接手，特斯拉减税计划法庭也迟迟都也那个上机。不少人爱时阵，上任只有45天是。首相任期上短首相，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跟咱国内来关心婚礼是发生人伦悲剧，拿来向一个46岁姓洪的查甫人食酒了后失控，压滚那公司75岁老母。警方接到报案去抓人，嘛甲这个业主移送法办。婚姻林来向传出后生拍死老母的代志，警方到现场调查，有厝边表示，这46岁姓洪的查甫人是当地问题人物，不止一户徛家玻璃予伊破坏，也无固定的头路，常常向妈妈讨钱来开，也毋是第一摆拍老母。之前捌拍过无？之前常常你有拍啊？哎，拍厝边隔壁无？拢拍老母？玻璃个咁斜斜破，伊无还。姓洪查甫人19食袂少酒，妈妈看到家妹，想袂到伊竟然提棍啊拍75岁老母。细粒子的妈妈挡袂牢，连向厝兄哥想要阻止也害怕。事发了后，伊兄哥赶紧报案。目前明知其母身体娇小，只能以手阻挡的情形下，持木棍用力殴打其母之头部，致其母送医急救，仍不治身亡。棍仔拍到断去，老母的头受重击，送医不治。警方到场抓人，搁采证。感谢棍仔顶管残留的痕迹，经过分析研判，认为凶手确实是提棍仔拍人。检方信后认为姓洪的凶手涉嫌杀害直系血亲，尊亲赎罪，而且有可能串证，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顶一日落大水雨，造成宜兰大东乡第七线真侪路段放弃未通。嘛，传出宜兰大学有13个老师和学生，因为路未通，掉伫山区掉5天。救援人员伫昨昏总算甲这群人会合，先甲因送去民治山庄。点过第七线伫昨仔搁放弃，民治山庄的民众即嘛嘛无法度落山，因为路搁断去呀，变作孤岛。现在10:50，那警察跟消防人员在这边跟我们会合，我们怕大家担心，就这边跟大家报个平安这样。原本我们预计说，今天上午哦，把这个零星的一些摊方落实的状况清除好之后，然后就去把林子山庄哦要下山的人车给借户下山。但因为从凌晨4-5点到现在一度哦落实都没停过，进度非常的慢，然后抢修的也很艰辛。在私家车，我们还是希望说今天可以让他们出来，所以目前还在努力的抢啊。
另外，桃园是有一个十八岁姓陈的少女，查某囡仔十六个时骑摩托车对桃园骑到宜兰，讲要去找朋友，也毋过全失去联络。警方十八时有伫台七线70公里附近发现伊的摩托车，也毋过这摩托车是被土石砍掉的。警消即马无法度确认讲伊人敢有出代志，嘛伫附近找找，目前已经失联五天啊。继续关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20大的报告，讲未放弃用武力打咱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讲，习近平有可能会加速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咱国安局的局长陈明通昨昏是回应讲，中国用武力打台湾绝对未赢，而且阁会变作民族的罪人。两岸气象对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未放弃武力反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警告习近平加速统一台湾的时间，地处台海局势紧张。对这代志，国安局长陈明通20强势回应：中共武力反台未赢，阁会变作中华民族的罪人。我在这里要郑重的告诉北京当局，武力攻台没有赢的可能。陈明通白讲，蔡总统任内两岸无战事，立委关心国安局掌握中共上紧的反台时机。陈明通指出，设想中共2023年可能一战必谈。2023的 scenario 比较可能是一战必谈、啊、比如说这个透过 blockade 这种方式逼你去上。我请问你，你的因应措施做了吗？我想国安单位当然有一定的因应措施啊。中共反台念封锁台湾嘛，当作战争。目前台湾就有安全尊量有110多天，天然气跟17-21天，都爱五年后才会当扩充到14天。你会认为台湾安全问题重要性应该比武器制造？问陈明通，台湾能做何人封锁会当当多久？安怎克服能源困境？能源只要一断，什么都断，什么都断。这个跟委员报告了，封锁视同战争呐、啊。对，基本上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可是视同战争安全通道，五年后的事，你才能到储存2个礼拜，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啊，局长。是啊，再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战争。另外，国安局出现人员不足的问题，原定招300人，却干录取86人，最近五年离职率达到17%。对这代志，国安局回应是有高标准单位人才招募用官标准，国爱通过中型的测试，所以录取的人会较少。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较紧张，美国的海军也提出警告，讲中国上紧在今年也是明年就会打台湾。日本媒体也有报告，美国有在考虑在跟咱台湾联合生产武器，让台湾有够的武器。学者是分析讲，这在过去就合作过啊，是由美国提供技术在台湾生产。中国加大对台的军事威胁，引起美方真关心。针对外界讨论中国2027反台时间点有可能提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迪是做出上新的警告。莫拜杜上紧今年是明年就会部队反台，美国海军爱先做好准备，随时伫个准备的状态。When we talk about the 2027 window,in my mind, that has to be a 2022 window or potentially a 2023 window. 日本媒体就经亚洲报道，美国考虑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来加速武器的移交。对这，美国国务院正强调，讲会检视所有选项。但是，台商会的会长韩如别是证实，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有可能提供台湾更加多军事品和飞弹。I've seen those reports. I don't have any.Anything specific to offer as it relates to them. But what I would say broadly is that the U.S. is looking、at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to ensure that the rapid transfer of defense capabilities to Taiwan can take place、as swiftly as possible. 外交部我们对于相关的报道，我们没有细节、可以分享，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台北联合生产武器过去已经有成例，包括派里级的巡航舰和建国号的战机。学者分析，像这摆可能是美方提供技术在台湾组装生产，包括军购案，像 M1A2 战车和鱼叉飞弹。将来我们跟美国购买的 M1 战车，或者是譬如说自走炮或者海马斯，那如果有一些料件或者是系统可以在台湾制造或者联合生产，其实如果用量非常快的话，其实可以很快就能够补足这个后勤能量。合作指出，台美联合生产武器的模式会当分生产完整的武器系统、重要零组件和消耗性的弹药料件这三种。美方想要让台湾是欠大量的武器弹药。来对抗中国的第一击，强化后勤能力，让国军会当冻结明军来。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甲昨昏差不多的天气。今仔日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会落雨。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开始雨水阁会变高。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的温度会阁回升，台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7度至29度，中南部高温是31度至33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低温大约是20度至23度。今日日时，干那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宜兰会落雨，也毋过AM开始雨会愈来愈粗，宜兰嘛有机会会上大水雨。拜六礼拜，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会通过巴士海峡，外围的水气较济，加上礼拜日的时，东北季风阁会增强，可能会甲顶一日同款产生强寒效应，会落大雨。安算要等到后礼拜三，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才会回升，水气嘛才会减少。再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阿里山的火车目前只能够驶到十字路站，外界是关心明年敢会当如期通车。林部局是表示，明年底应该会使通车了后，会增加车帮，也结合主题车厢推出生态旅游。来看联合报，代替东部的干线伫漳仔高点挂，传出运转保安装置故障。关山到地上，相平的列车拢有慢分，虽讲一点钟就修理好势啊，也毋过原因竟然是代替的电力维修车无照起工，家己去弄坏去的。代替有坦白讲，这是人为的疏失的处罚。学者是呼吁讲，绝对袂使准拄煞，一定要深深的检讨。来关心中国时报刊啥？中国时报是写讲，香港媒体有报讲，中共拍算伫20台结束了后，要放任入境的隔离政策。美国媒体毛报讲，中国官员即马已经有咧讨论，会对即马的7+3缩短变作2+5，也就是将两日一待伫集中隔离酒店，那后壁的5日是其他健康监测。新的措施若是实施，中华的旅客量可能会对咧增加。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976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04例，死亡个案有92例。另外，针对高端预防下的保护效益的报告，伫月底进前要求讲爱保健，那无 EUA 就会防废毒。王必胜是强调讲，已经有提醒高端爱紧保健。尽管本土疫情有安的高原期。28时增加3976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时同期降2%，中重症有204例，死亡有92例，从8月这波 BN.5 疫情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新高。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30多岁女性，本身有风湿性疾病，5月初因为骨髓炎长期住院治疗，10月10日发病，确诊新冠肺炎，尚未到隔天刚病况恶化危险。在10月15日的时候，就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的关系而过世。因为高端疫苗保护效益报告保健期限到10月底，那无依规定完成保健，去年7月通过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 将防废剂，有可能不做高端疫苗拢无算。对此，指挥中心表示，已经提醒高端公司尽速保健。高端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的这个收集、统计，还有分析它的资料，希望他们能够如期的送过来。王必胜强调，目前新进高端疫苗的有印尼、北流等10个国家，高端也正打拼争取 WHO 认可。疫苗效应是爱科学证据资料，希望大家唔通乌白药。对外界呼吁，对住高端的人出国做 PCR， 互因补助。卫福部长徐瑞环表示，目前无这款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中经院有公布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实际的 GDP 年增率是降到3.28%，那明年的景气可能会出现衰退 ，GDP 就会降到2.81%。另外，九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加拿美金609亿，这是比去年的同期有减3.1%。中央以拜时公布台湾第四季经济预测，受到通膨降温加货币紧缩，中央以修正2022台湾经济成长率是3.28%，比7月预测达3.56%，下修0.28个百分点，严格成长率连续年突破3字头，呈现稳稳来变。我们的固定资本形成啊，还有这个民间投资啊，都还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准。明年的啊，这个国内需求它。就没有办法像今年的成长率相对这么高。
另外，2023年受全球景气衰退影响，实际 GDP 年增率恐加无保三，剩2.81%，将定型内外拢平。经济部主计总处也公布，国内九月外销订单金额609亿美金，比去年同月减少19.7亿美金，年减3.1%，出口衰退，产业界烦恼。美中科技战恐加冲击台湾电子供应链。台积电董事长吴宗仁指出，半导体产业恐加受影响。另外，最近国际汇市波动性高，央行总裁杨金龙实施包括中内化、监理机制等四大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观察今年以来主要货币成本，比较美金指数升17.38%，台币是贬13.53%。美国认为说，我现在是升值，是因为我利差比较大，符合我国家的利益，所以他没有要介入。其他国家天人机制，现在看起来只有日币在介入而已，可能会拖得比时间长一点。央行在连续3次起利息了后，未来会不会是进一步紧缩，也是卡停一个？爱出国今年后半年经济数据更是成长，才信心做好决策。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自控之之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1月中的时会在泰国举办。总统蔡英文进来是第五届指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总统去参加。张忠谋是表示会替咱台湾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冇可能会去参加，两个人敢会接触？咱国安会是表示会用上届主任的方式活动。代表及夫人。2022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1月18日特别在泰国的万国来上场，这是两三年 APEC 再度来举行实体会议。总统蔡英文第五遍派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来担任领袖代表。在全球拢真关心半导体的时阵，蔡英文伊强调讲，张忠谋的角色是无人通代替，并且交代讲代表团都要来表达出咱国的三项立场。我们要让各国更加的重视台湾在全球产业供应链，尤其是半导体产业所具备的关键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愿意和区域伙伴合作。这嘛是张忠谋第六遍来参加 APEC 的会议，其中五摆拢是蔡英文指派的。张忠谋伊趣味地表示讲，前几啊遍拢是事实。这边是伊煞2018年了后再度来参加实际会议，这边伊受命嘛伫个各种的会议内底要来传达出台湾的立场，要找人来支持。台湾要跟可信任的伙伴建立安全而又富有韧性的供应链。这边代表团包含三个企业代表。国发会主委金明兴，也有行政院政委委员郑振中，伊是参加商部长会议。目前美中正激烈咧竞争，台积电也阁真侪摆起有国际来关心，张忠谋这边的行程是更加重要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为着要控制油价，也阁控制通货膨胀。美国总统拜登拜三时是宣布，美国阁要放出1500万桶石油来稳定市场。拜登是强调讲，美国油价即马已经开始咧落啊，也毋过落个速度无够紧，所以政府才会决定阁提出库存的石油摕来市面上卖。啊，毋过外界是认为讲，拜登的目的其实是因为后个月美国国会集中选举就要举行，伫选举进程，想要让民众对经济有信心。美国总统拜登拜三宣布再度放出战备石油，以稳定市场价格。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will release another 15 million barrels from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extending our previously announced release through the month of December.拜登也表示，一旦石油继续飙到每桶70美金，政府就会收购以补充战备石油。石油公司会当放心投资替换产能。伊同时强调，油价已经比今年较早的高峰值飙30%，也毋过降的速度会当更加紧。拜登拍拼控制油价，原因就是国会后个月特别举办集中选举，为了催出选票，拜登也答应，只要选民和平主动保住参众两院的优势，就会将罗素韦德案透过立法，使对台权加作国家法律。I want to repeat it again. The only sure way to stop these extremist laws that are put in jeopardy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is for Congress to pass a law.
拜登的努力有偌济效果，犹原唔知影。也毋过路透甲约珀数十九公布的调查显示，拜登支持度只有10%，甲顶礼拜差不多。我建议就任了后的上届水平，这也和平主动的选战拍甲真辛苦。The Democrats might pick up one additional seat, or hopefully two, to hold on to the majority. I think that it will be a tougher race for Democrats to hold the House. 外界预告，民主党将在其中选举保住参议院，也不过要再度掌控众议院并不简单。那讲共和党提到众议多数，未来拜登政府想要推行法案恐惊更加困难。公司新闻，请我念朋友。俄乌战争和国际能源直直起，有电力业者就表示，即马寒天要到位啊！今年的寒天恐惊真歹过，所以德国的政府已经决定要延长因核电厂退休的期限。本地是讲要用到今年底，也毋过即马已经宣布要延后到明年4月中才退休。德国自从前总理梅克尔就任以来，风力顶顶的再生能源的比例一直增加，核能含化石燃料能源的比例一直降。但是到目前为止，核能占发电的总量同款有13%以上。废核这政策在德国嘛是有无同的声音。就即摆核电厂要延后多益，即种联名的绿党含自由民主党都一直有出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克兰俄罗斯战争，德国天然气上大进口来源的俄罗斯是指控欧盟借制裁的名义，想办法无要付钱给因，加上北溪一号的管线被破坏，无法度送天然气去西欧，让欧盟主要国家的能源价格一直起，艰苦的就是民众。在维持制裁和提供有够的能源的前提，德国政府决定要延长即马三间核电厂的年限，到明年第一季结束了后的4月中。Der Plan ist, dass das so schnell geschieht, dass wir alles in diesem Jahr auch rechtzeitig fertig kriegen, damit dann tatsächlich diese drei Atomkraftwerke in dem nächsten Jahr weiterlaufen können, die wir heute im Betrieb haben, bis zum 15. April, soweit das die jeweiligen Kapazitäten überhaupt hergeben.这个延长核电厂运作的期限，面对党派之争，本来是新起好无外久的核电厂发电机组传出降水的梦不派去。在芬兰西南方，面对水电的里岛顶端，一个叫做奥尔基洛托的核电厂，反应炉本来2005年就会当起啊，但是工程一直延，预算嘛超支。原本2009年就会当开始运作，一直拖到2021年的12月，才稳准会当启动。目前电力公司则讲，三号机会当满载发电，所以维修的时阵才发现供水的泵不派去。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中共20大当地举行，伫英国的香港人16个时，有走去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头前抗议，是和领事馆的人员发生冲突，尾也阁被拖入去拍。落尾这件暴力事件是予英国国会议员逼出来。即马英国国会议员是希望英国政府爱甲拍人的中国的外交人员呼出去，赶出英国。面会当看到裂痕，尤其是目睭头、阿妈棍、甲卡车片拢乌青。带着英国的包皮枪，在那甲其他香港人前往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口抗议，想要搞和平行动，演变成集体冲突。伊讲，人伫领事馆外口，速防强行拖入去拍。伊再次表示，绝对无非法弄入去。I was dropped into the consulate.I did not attempt to enter the consulate. I'm shocked and hurt by this unprovoked attack. Bobby Chan 十九日，英国国会议员陪同举行记者会说明。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指出，英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联系员甲几啊名外交官牵涉其中，敦促英国政府赶走涉案人员。The government must say categorically anybody involved.In those scenes, is not welcome here. If it's the consul themselves, they must go. 但曼彻斯特警方表示，正在调查，目前还未逮捕任何人。红点买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联系官对天空新闻表示，伊无拍人，也无用阮部下拍人。反过来讲，是示威者袭击。另外 ，Q 示威者的头长伊讲，国家甲领袖防不住，因为责任出手，即摆事件是因遭受到严重的受教。香港民众出走，最近发表就今天后头一份市政报告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十七号节目
的时阵表示，最近几年离开香港人数有增加，也不过伊无认同离开者是因为感觉无幸福。伊伫十九演说时声称，香港劳动人口过去两年流失大约14万人，相对伫外界认为，甲香港国安法颁布有关系。伊认为香港本身有真侪吸引力，爱强化自身优势。记者庄家报道。今仔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非洲中部的国家查德民众上街头争取民主，抓红灯压，造成大约50个人死亡，要挖300人受伤。因的政府已经宣布，因国家紧急紧急状态，暗时啊6点到透早6点实施宵禁。继续关心俄罗斯试探，寒天到位进程，直透用飞弹、无人机去加强攻击乌克兰的电力和水利设施。这嘛是害乌克兰昨昏头摆针对全国提出限制用电的措施。来关心，宏观地加加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伊有收到官方的通知，讲政府阁要对伊启动新的刑事案件调查。伊阁宏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罪名，相当会宏判30年，爱阁继续关。镜头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台北内湖的科学园区塞车的问题是这届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无党籍黄珊珊也是表示，市政府有做真侪代志啊，刷到来就爱等降温、当宽线，也够民生是止线完工，安尼就通改善。啊，那民进党的陈市长也是提出讲，爱增加高速公路的引导，也够要去地下防空，要来分散车流量。啊，那国民党的蒋万安也是建议讲，爱提出公车有用制度，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安尼才当降低车流量。下晡5点一到 ，Chris 就紧签提离开公司，发动伊的乌多拜，赶伫塞车进前离开内湖科技园区。这是伫遮食土路过两年的经验结界。我自己的话，上班就会尽量抓最早的时间，然后可以早一点来，然后赶快把事情弄完之后，下班可以早一点离开。因为5点半尤其是下班时间都很塞了。那我可能如果只要能在避开前面那一段，那其实交通会好，就会比较顺一点。塞车的问题，唔呐对像 Chris 安尼内科员工有影响。内科发展协会理事长廖全平表示，交通问题嘛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内科是最方便的，哦，啊，有科技业又大家年轻人最喜欢的，但是因为交通问题，哦，啊，可能也会影响到他来内科上班的意愿。再来，哦，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啊，来内湖啊会塞车麻烦，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买，这个都会影响到很多层面。八月，迄时也是台北市副市长的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表示，交通局这几冬已经提升文湖线的捷运班次，分宽港基路、洲际街、台中大道，刷落来民权大桥嘛特别拓宽。园区内底随公社会主体会优先予伫内科上班的人住，嘛加开上下班专车，利用大数据来调整青红灯的标数等等。不过，这的改善也是有限。我相信无你今仔日你来5点你来看到，我们4点半嘛免到5点啦。哦，一般台北市的道路不会有4点多就塞的啦。下班时间上早塞的所在就是高速公路堤顶交流道，因为内科加上附近工业区的就业人数超过21万，几落百台车伫遮袂顶袂动，所以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才提出要增设引导来疏通车流量。交流道里面其实它有几个就是拥塞的节点，那我们要简化它，让它能够快速的进出，减少在平面道路里面的一个时间跟红绿灯的一个等待，这里的拥塞就能够得到一部分的解决。陈时中先生所提出来的方案，目前说要增设匝道，那我因为在内湖比较久，我怀疑可能他并没有到现场去看过。问题不是增设匝道的问题，而是高速公路源头就堵塞了。源头不解决，设再多的匝道也没有用。参选人之间的公行运输专家罗浩贤认为，在台北这种规模的都市，起路已经无效啊。咱现在在都市内底要起路，无有你起啊，你无可能去做路，无可能。在都市内底已经无可能啊，非常难啊。所以
我们不太可能透过盖路来解决交通问题，这大概是专业的共识。罗浩贤认为，也是要提高民众坐大众运输的意愿。三个市长参选人拢真重视捷运东宽线加民生汐止线的进度。另外，国民党参选人张万安表示，会阁提升内湖捷运加公车的班次，而且甲新北市合作成立双北公共运输委员会，做伙解决交通问题，提供新的公共运输服务模式，包括多元票价，包括我们上网预约座位班次的公车，就是希望能够整体提升我们公共运输系统效益极大化。专家罗浩贤表示，目前参选人拢是提出提升诱因的红菜头，另外阁应该配合提升赛车成本的管仔，譬如讲起停车费、收进城费等等。不过到底倒一个参选人加用管仔，就要看谁较有表现。记者林淑霞桂林台北报道。新店有一挂违规在做生意的客运车，也就是人在讲一般的白牌车。新店的监理站和交通队最近有组联合小组在加强稽查，若是抓到，会罚驾驶人10万元，而且要吊扣驾照和轿车。车站头前客运车照规矩排队等人客，不过在新店地区却传出有不少大家讲白牌车的违规车辆违法载客。用到合法计程车的成立，就是说白牌车已经是日积月累，已经二三十年了。嗯，很严重吗？状况？当然严重啊，比我们黄牌车还多啊。客人是占小便宜啊，他坐车便宜，他也不会去举发那个白牌车。在新竹县新竹市的载客率跟我们差不多，那也严重影响到我们小黄的生计。如果说他们有就是想要比较便宜一点搭车的话，他们会选择白牌的比较多。这样，新竹市监理站参交通队联合小组最近在火车站稽查，把当场抓到收100元车主的违规车辆，依法处罚驾驶人10万元。一般驾驶人哦都没有承认他是非法的计程车，那我们经过盘查，乘客哦有叫车的动作，哎，同时有最主要有。付款100元，在火车站下车。监理站指出，白牌车是一般的自用车，驾驶资格、车辆甲保险都无受到相关规范，风险真高，请民众唔通贪一时的方便，选择违法车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屏东，屏东昆明的后壁湖，迄个所在酸芋打真水，真侪人家会伫遐畅水。不过最近就有教练发现讲，海底有一挂暗木土角，这是会破坏酸芋打。公关处是表示，暗木土角是因为被固定航道的安全浮球，是因为顶礼拜有风台扫过咱台湾，所以暗木土角才被扫离开原本的所在，因会赶紧请厂商去处理。一大块红毛土、白沙啊，沉伫海底，跨伫酸芋岛边啊，会当看到一挂酸芋已经互弄歹去，一个沙啊，搁拖到长垃圾，一个无细致，可能搁加其他的酸芋甜条搞歹去。这是屏东垦丁后壁湖附近的海域，有唱水面的教练顶礼拜看到这款画面，实在感觉真唔甘。水泥块上面还拉着一条绳子，那我们顺着绳子往上看的时候，发现绳子的上面绑着一颗浮球。观察了一下水泥块附近原本很漂亮的软珊瑚跟硬珊瑚，都已经被撞烂了，然后都只剩下石头被夷为平地。海面上会当看到几粒浮球，根据了解，水底迄百斤重的红毛土都是要固定一挂浮球。垦管处表示，之前有游客上过挖金船道，甲游艇的业者去冤家，为着要确保海域安全，才会设置浮球，甲船路航线标清楚。不过顶礼拜泥沙风台透风起影，红毛土才会刷回去。泥沙台风外围环流大浪，造成移位至珊瑚礁区。因此，本处接获讯息后，随即派员前往勘查，但因这几天风浪太大，不利水下作业，预估明天风浪转小，将立即请厂商改善处理。后壁湖因为有丰富的酸芋打生态，是真出名的畅水味地点。不过游客认为，垦管处应该爱珍惜对台珍贵的海洋资源。啊，那垦管处表示，会把红毛土刷倒去沙埔底，沙也嘛会缩个底，避免搁生长酸芋。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南投，南投上北坑的地区因为海拔较低，所以种出来茶若是热人做的时，啉起来就较涩，市场的介绍就不好。严格注重，因即马改种细叶种的金酸红茶了哦。这款改良的树种种出来的茶米做出来茶是真抢手，嘛成功带动当地茶米的发展。金酸这种茶种应该较常用来做绿茶。但是边间清北坑的地区，海拔低、热人做的茶，吃起来确实经济效益歹。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农委会在2017年来到边间发表细叶种的金酸红茶这种新茶种，吃清泉就是当地第一批研发背茶技术的茶农。想不到这个小叶种这个红来做起来这个红茶哦，那个香气特别好，茶水哦更甘甜。那我们就在这里做起来的时候哦。客户啊都非常的喜欢啦，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5年了。细叶种的金酸红茶，这种茶味上个特别的，就是每一间做烹开拢无同，所以那个要采收的时阵，茶农拢真期待。那很好玩的是说，每次制作啊，同样的茶区，它呈现的味道都不一样。像这次采收跟下一次采收，它会呈现有蜜香味。然后还有甘蔗烧过的那个蔗香味，还有一次我们做到那个木质香，很像伯爵红茶的味道。除了成功研发适合种的金酸红茶焙茶技术，让茶农种出有特色的茶味，因对茶园的管理也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植，要让茶叶通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疫情的关系，学生囡仔踮厝内时间较长。屏东的盐埔国中就利用疫情期间，学生囡仔伫厝内，请学生囡仔向师大请教去访问，用一冬的时间去学做手露菜、团家菜。每样呢，各爱伊囡仔，各只个一步一步拢画落来。落尾呢，大家人拢完成一本饮食绘本，记录盐埔手露菜的好滋味。一张一张的插图，拢是屏东盐埔各种学生的创作。进行疫情期间，时时线顶教学，美术老师林素梅请8年级学生用一冬的时间，甲厝内人烘焙学做菜，而且佮甲料理画出来，大家做伙完成盐埔人的团家好菜一本绘本。食物的味觉是整个文化最精彩的缩影，尤其它又牵涉到产业、地景、地貌跟饮食改变的一个文化方式。我想要让学生跟家庭进行访问的时候，建立连家庭的情感的连结。这本饮食绘本收录27盘团家菜，等到开学上课以后，老师搁伫家政课，请学生组合大家分享。学生啊，嘛个盐埔的产业特色画出来，和大家更加认识家乡的在地食材。因为我们盐埔很多人都要养虾，我回家会先查资料，然后看那个水池还有养虾的状况。然后我再把它画下来。吃本汤的时候，隔一天，然后我们就会加那个汤，然后去加面，然后就会形成这个拉面。有肉，然后鱼板、香菇，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加菜、加蛋，然后还有葱，然后基本的调料。透过这个团家菜课程，让学生啊访问厝内时代，把文化和情感串联起来。林素梅表示，希望盐埔人的团家好菜这本绘本，未来有机会会当正式出版。让这些学生为学习者成为文化传承者，记录盐埔的团家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行行出状元，时代在改变，现在网络红人网青也正做一款新的职业。问小孩子说未来想要做啥，有不少人现在都会应说他们要做网络红人。严格这么多网络频道要怎样看到是真不简单，而且要做网络红人有什么秘诀，要怎样摄出吃人白的影片。明天晚上7:30青春的网节目带乡亲来了解网红网青这一道。新媒体时代来临，有不少人投入亚音的创作，不过想要写人物是无想象的遐尔简单。我要大量，不然明天还要再补。大哥，你再帮我挑一支有熬的，我想要打光。打光不要动哦。利用传统的翕法、传统的手咯，啊，传统媒电视的做法，来到网络，你根本就是死路一条。阮常常去拄到问题，就讲啊，恁什么电视台要来翕啊？啊，歹势，我唔是电视台啊，我网络广电的节目哦。啊，因就感觉讲，啊，网络广电的节目来讲，翕这要创啥？要经营新媒体虽然是不简单，不过嘛有人用食物件翕影片的方式，达到73万订阅的数量。
我以前其实没有那么会吃，食量大概是一个便当的四分之一。我还记得我头一摆甲伊拍片，我想讲啊，今日的企划的内容是全部的菜单，我拢点一轮，哎，几百项嘞，三十分钟我真正无咧操蛋，一百项拢食了，我惊到。新媒体追求话题甲电话的数量，伫个高流量的数字背后，网情本身嘛付出相当的代价。其实我之前就是有厌食过，所以导致我对自己平常要吃的东西就开始产生恐惧吧。因为我们在拍这个庙会，都要长时间待在这个太阳下，哦，不是讲真热，就是靠风流，那都有寒流，变成个愈艰苦。网络的世界，大部时都拢在变化，愈侪电话的数量是大家对因的肯定，正人的期待嘛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在追求网络流量的过程当中，要怎保持家己的定位和价值？是新媒体的创作者爱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作曲家陈重影，去年底过身，才到一百岁。伊一生有创作超过600条乐曲，包括是歌戏，还有新调拢有。为了要纪念伊，11月17日，伫台湾戏曲中心来举办纪念活动。你知道曾仲颖这个人吗？台湾知名作曲家詹仲颖去年底以100岁高龄过身，即阵将满对年。为了纪念伊，中华民国民族音乐学会要伫11月中开始举办相关系列活动，包括有纪念音乐会，有他的纪念特展，有一个生命纪实的记录影片，另外还特别编了一本《艺海百年》的专书。吴世宏表示，陈重影一生创作超过600条的歌曲，内容包括歌戏、甲新调等等。尤其过去由尤丽花等知名歌戏团的邀请，甲戏曲元素结合西方的合唱，影响歌戏发展真深。嘛，替就称职的电视歌戏编曲等等，阁有连戏剧，亲像过去《青春国王》的主题曲《一粒流星》就真有名，替台湾音乐历史留下济济资产。60、70、80、90。这么多年的国语的歌，拢是老师一个人所做出来。到个今嘛，自60年代、70年代来到今嘛，也阁是流传到个今嘛。主办单位表示，即届各界合作计划《流星岁月》陈重影系列活动，11月17日伫台湾戏剧中心举办，希望纪念这位多方面书曲创作的前辈。记者点播的曲开台北场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伊朗有一个查甫的爬山标运动员，之前去参加国际比赛时，因为无白头巾，方当作讲伊是咧支持伊朗国内即卖个头巾抗争。当去到伊朗的时，真侪人伫机场甲伊欢迎，也毋过伊表示一切拢是意外，因为伊敢若是袂记咧帮人。啊，那伫伊拉克，女权的观念即卖嘛豆豆咧开花，即几冬有愈来愈侪女性婚姻无幸福，袂阁吞忍，会勇敢离婚。一对民众在机场热情欢迎女英雄回来国家，伊拢一个女性的攀岩运动员雷卡比，在到回来国家的时阵是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原因就是伊16日南韩参加比赛的时阵无挂包头巾，方认为讲是支持国内争取女权的头巾抗争。伊伫比赛了后本来阁失联，外界烦恼讲伊予政府掠去，好佳在上尾是平安在机场出现。در گیری که با پوشیدن کفش و لوازم فنی می داشتم باعث شد که من غافل بشم از حجابی که باید می داشتم و بعدش رفتم رو دیوار و صعود کردم。虽然讲雷卡比斯哦是解释讲是临时红要求出赛，才会袂记得挂头巾，嘛讲伊无红失踪，但是外界认为讲伊予伊朗政府威胁，才会做这种声明。伊回来国家迄天是穿有帽仔的外套，对运动帽仔毋是挂头巾嘛引起关注。在因附近的伊拉克，最近女权意识嘛一直起来。当地是信伊斯兰教，女性上好是莫离婚，若要离婚嘛有真侪限制。但是最近有愈来愈侪女性打破保守的观念，开始无想要让婚姻白条。اللي صار بعد الزواج إنه أكو مشاكل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يعني للإله لأنه كان هو ما مستقل مادياً فبالتالي هذا سبب بعض المشاكل العائلية موضوع إنه ما نقدر نستقل وحدنا ما نقدر نطلع مكان وحدنا أكو فد التزامات لازم تكون داخل العائلة أنت لازم مجبر إنه تشتغل عليها وتسويها في سبيل إرضاء الآخرين لأنه هو ما مستقل
过去十年，伊拉克离婚的人是愈来愈多，去年都有超过70,000对的王阿婆离婚。政府认为讲，这和经济诈婚和愈来愈多人用网络有关系。当地女权主义者认为讲，女性的观念改变，不过认为讲婚姻就是全部，才勇敢离婚。但是伊拉克的社会对离婚的女性同款是无啥友善，离婚的女性是被歧视，无得方提诉，这状况同款是一大堆。未来阁有真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美国头一个原住民的查某太空人曼恩，甲其他三个太空人坐飞龙号太空船，已经顺利去到国际太空站。19日时，伊是透过卫星传消息登来地球。伊嘛点出伊的妈妈送伊的礼物，伊嘛感谢大家对伊的祝福。美国第一个原住民女太空人曼恩，在第一摆的太空任务当中做指挥官，和其他三个太空人是坐飞龙号，和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载去空中，坠落到国际太空站。45岁的曼恩是对加州来的，由印第安部落拉兹族的血统。伊对斯坦福大学的机械工程毕业，在海军陆战队做兵，对赛战机是真熟。2013年，伊和美国太空总署招来做太空人。两年了后完成训练，19伊是透过卫星通讯分享心情。I feel very proud to be on board the space station and certainly to represent Native Americans and Indigenous people on boar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all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on board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太空人做任务的时阵，会当炸一挂私人物品，只要卖超过限定的重量。曼恩炸的是妈妈送伊的波棒棒。曼恩讲，伊自细汉就炸这，除了会当让部落的囡仔好好啊困，嘛帮助伊度过真侪人生失意。I have that in my crew quarters every night, you know, to remind me of my family and my community. 另外，曼恩嘛是阿提米斯定月计划的成员，按算在2025年去月球，坐落来就去火星。科学家去宇宙旅行的脚步唔捌停。外部太空吊件最近传叫做“创生之条”的相片，这三支条啊是初生的恒星形成的气体含氟做的。在巨蛇做的马歇尔星云内面，离地球是6500光年。哈勃太空吊件在1995和2014这两年拢翕到，和杜宾哈勃翕的相片来比，外部的相机翕到更加侪发红色光的星星，对研究恒星是安怎形成的真有帮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比较健康的人，比较不爱说到死这个话题。但是在澳洲现在有一间死亡咖啡馆，鼓励民众哪喝咖啡哪开讲说生死，希望透过对谈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死亡。坐在你硬碰去的有男人男人，有老的有少年的，大家做会开讲说笑。但是详细听人说的主题都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跟禁忌的话题。Have you ever been with someone while they were dying? How did you feel? He was 87. Yeah. And I was very lucky and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go over to Germany and be with him. 这是澳洲赫巴特的死亡咖啡馆，鼓励大家来讨论人生各种生死的问题，搁再用正面的态度学习，并且面对死亡的问题。You are diagnosed with a serious cancer. You want your doctors to A, lay it all on the line. B, just focus on next steps and not overwhelm me. 人生才开始不久的转身，因为得到罕见疾病囊状纤维化，这世人都有身体高挂、念药伤过侪情形，随时都会出现细胞因此脱掉的来回感染的症状。这种罕见疾病患者平均寿命拢较短，伊就常常来死亡咖啡馆听大家对死亡的想法。It's nice knowing that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had that fear.Because it, even though it's a very common fear, it still feels lonely. 但论生死的死亡咖啡馆，是2011年伫咧英国起源。无论伫台湾，也是伫咧国外，大家对死亡这个话题总是较袂去讲。不过，如果讲，颠倒乎大家对死亡会更加惊吓。对死亡咖啡馆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利康奈尔，甲伊朋友做伙开这间咖啡馆。伫咧遮，大家当正大胆的讨论生死的问题。并且甲别人分享家己的经历甲想法。There are people that do want to speak about it, and they get pushback in some places. Wouldn't it be wonderful if it wa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Australian curriculum, to just really, you know, teach the children
from the beginning to become death literate。目前全世界总共有81个国家响应死亡咖啡馆运动，办超过14000场谈论会，影响真侪国家甲民众，改变对死亡的看法，勇敢面对。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天气报道者，甲乡亲们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有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是30度。外岛是20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